什么？你可听清楚了，听仔细了，父王真的要把我嫁给那个萧策那个色魔？是这样吗？凤姐才能变得漂亮。你千万不要痴心妄想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怎么办？你越是这么说，我就越喜欢你。你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我天天在宫里头都看见你，烦都烦死了。你平时都喜欢丰胸肥臀、身段好的，就好像是马群里混进了一头猪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有美艺人宛如清风，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藏。走，管太子带你去见见世面。你说的挺多啊。